是什么呢？便捷面对于爱吃面的人来说是遍天下的名面。今天这几家面馆是宁波排队第一大户啊，天天都是生意爆满，12点之前去，12点之后可能就关门了。咱今儿可以试试宁波第一面到底好不好吃。这到底去吃蹭饺面捷面啊，南方的面条，宁波的面，咱看看西安面有什么区别啊？到底不好吃？这马上关门了，看人不是很多，赶紧来吃一下。哎，别坐了，收摊了，完了。嗯，还有没？拌面没有了。拌面没了。好，好，这么小的地方，这么多人，完了队排这儿了。这这么小的地方，这么多人排队，是能有位置吗？没位置站着吃吧？妈呀，这队排的，跟以前的锅里。好，这是我的长腿牛杂，两碗面筋面加牛杂，这还咱们常选，这就是宁波的面筋面，宁波的特色啊、哦！还打了一杯黄酒，一杯两块，来来来来试一下啊！排了两天队的这面筋面到底多好吃？果然这宁波的面都是这种面，啊，都是这种机器面。这宁波吃面就不是吃面啊，其实是吃的它的料，就像刚才那顾客跟我说的一样，他吃的是这个面筋，他家面筋很嫩。咋的？还是我记忆中宁波的宁波面那种口感，入口即断。是人面节，他们家招牌是这东西。娘可得进水。对，他家面筋包的很软，肉馅给的也可以，肉馅也比较足，也还不错。但我说实话，稍微咸了一点。宁波这老仓桥头这面筋面，开始到处都是的，名气最大的、排队最长的，还就是这一家，在乐福市场跟前。这是一家新开的店，七年前我在宁波工作的时候，他们也在这儿。宁波排队第一大户，但我确实很多人会来吃一次。这个雪，把这雪倒里边，雪肠，过瘾，贼过瘾了。来来来，来一口，来一口，来，这才是宁火。哇，你要加这个血，这血好吃，纯的，没有怪味。鸭肠也还行。来一口。这宁波的黄酒啊，这不是醋。这孩子们，咱们就来吃这吃嘛，俩字好吃。面太软了，不够吃。宁波老黄酒，性格的。宁波排队最长、最火的一家面筋面已经吃完了。然后总结一下，久负盛名，其名难副，来吃一次体验一下就行。哎，你这一次体验都，你不用体验都可以。就普通面筋面，甚至我觉得面筋有点咸，面筋的质量还是不错的，挺高的，味道一般。人生重在体验嘛，啊，拜拜。